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真感谢大家今年过来参加咱这政治的活动，感谢咱第四号传教今日保全咱这活动，咱这扫帚今日活动结束了吼，嘛袂拍算，绝对吼，分等于各个社区吼，互恁来使用吼，非常感谢咱各个社区平常吼，大家拢真主动吼，来替咱维护咱家己生活的这环境吼，互咱大家这生活环境吼，拢会使较舒适吼。 咱较早的咱这环保的比赛吼，较早公社吼是半年一遍吼，伫两年、三年前开始吼，就改做三个月就一遍，而且较早敢若吼头前三名，会使摕奖金吼，即是头前五名，就得个机会吼是非常的悬吼，啊这得个这奖金吼，相信咱这里长嘛拢会回馈，互咱这各位这环保志工，啊所以讲哦，再次说感谢大家哦，平常的这支持吼甲帮忙，以前都说你丢我捡，我捡吼，安尼是不对的吼。 所以起码会先口号，第二只要你不丢，我就不用剪。咱上惊唔是惊这款细项的粪扫，咱上惊是啥物？有毒废弃物，但是大家爱来做一个检举达人。那有这款的情形发生，唔是要教恁讲哦，直接叫讲，哎，你袂当倒哦，唔是安尼。咱用迄项，咱用迄项敲电话，只要你不丢，我就不要钱。 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以及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我们吉吉小镇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哦。